我是 Jerry， 对，我是来自Kanbanwa Salon， 对，那我是一个发型设计师。那为什么我会来这边？这边焦点私塾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。那一开始会有很多的不确定，那其实在这边你可以找到一些自己的方向跟一些答案，因为它会让你自己去思考什么是该做的，对，让你有一个很明确的方向，让你可以自己去努力。那，为什么要参加焦点？我觉得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应该有点不切实际。我觉得说为什么不参加这个东西？因为这个是一个很棒的地方，可以认识到很多很棒的人，很棒的伙伴，对。然后我们可以一直互相交流，然后我们会有很多在一起的时间，对。